但是我想是疫苗的反应嘛，所以没有想那么多咯。但是不久了，明天了、哦、我的身体开始了有酸痛。第三天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有、哦、那个什么，它酸到好像走路也是很难的。反正我都没有去想什么了。还有星期四的时候，我们有开会嘛 ，Zoom 嘛，就在一星期五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哦没有力了，声音没有力的时候。我也是还是 positive thinking， 我想我、哦、昨天开会了，今天没有力，是三天没有吃东西，我感觉有一点什么了咯。然后说想，哎，为什么今天、哦、我工人哦扫地我都没有哈啾，平常他扫地的时候我整天都哈啾了、啊、然后我妈煮东西的时候我都煮那个有辣椒的、哦、我的鼻子都很敏感的嘛，一下为什么今天我没有呢？我这样想咯，是不是我中了、啊、但是想哎，不可能啦，我都一直以来很照顾的嘛， 不可能啦，是打疫苗的关系啦。我还这样、嗯、就晚上的时候、哦啊、我妈妈一直吐了，一直呕了、嗯、呕到头晕这样了、啊、呕到我想哎妈你休息了，可能你太累或者你吃错东西， 她也没有力跟我回答了，她就躺住。我想哦，可能太累了，我也是没有想，真的没有想那个会中的，因为他打疫苗两次了嘛，早上哦他起不了床，哇，我的妹夫讲不可以了，我们要带去医院了，你看他都没有力没有声音、嗯嗯、一直站起来、哦、坐下来、哦、他都头晕了，马上去到医院的时候、嗯、马上给他住进那个 emergency room 了咯，做的那个 report confirm 了，马上 reset 马上 check confirm 了 confirm 带、嗯、马上带回家，但是医生马上给我们药咯、啊、带回家了、哦嗯、我准备一个房间给他了，反正给他，然后我们商量哦，马上全部去检查咯。嗯，去检查的时候、哦、他们没有中啊，是我中跟我的妹妹的儿子中啊，三个人中。三天了、啊、我妈真的起不了床啊。第四天哦，我都没大喊哦，我泡那个什么 protein 哦，泡到很浓，能好像六七个汤匙这样给他，他一口一口喝了，好像吃粥这样啊，吃这样咯、嗯、慢慢吃咯。晚上哦，他清醒啊，两天内哦，两天后哦，他脸哦，会粉红粉红了，然后可以坐下来了，嗯嗯，可以洗澡了，可以讲话了，所以我一直给他吃了、嗯、泡那个补贴给他吃了。嗯，三天后四天哦，他真的好起来了，连我的三餐哦，他准备给我了啊。在隔离的时候，过了两天哦，我妹妹小儿子是中、嗯，然后不到一天哦，我妹夫那时候查也是 negative positive。嗯、一个一个倒咯，倒到我们九个人咯、嗯、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咯，真的啦、嗯、很担心。所以你告诉一下我们哦，那时候你这样子喝这一个 protein 啊 BioC 啊 prune 啊，对你来说啦、哦、你恢复的情况如何？我 protein 我是 BioC 一直以来也是吃很多包的，从 COVID 的时候、嗯、我一天是三包四包的，有时候会到六包， prune 我是一天会两包，可能那边哦我有帮助到你、啊、我帮助了，没有进到 ICU 啦，没有。你妹夫啦、哦、你的弟弟啦，弟弟老婆啦，还有弟弟啦，四个孩子啦，他们都是、嗯、那时候都是喝黑枣吃白药洗，但是都没有严重吗、啊、对不对？都没有严重、嗯、很快他们这样四五六天都好了啊，就喝白药洗跟不认、嗯嗯、我们五号去 test， 六号报告出来、嗯、我们全部高兴咯， negative 了、嗯，这个是你妈咪的报告、啊嗯、对，然后这个是你的报告，嗯、yeah. 很开心对吗？肯定啦，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有讲课吗、嗯、那个 Dr. Hendro 吗，他讲出来吗、嗯、对，Protein 会帮到，会把我们体能力更好，还有他帮很多的那个中的、哦、好起来，用我们三宝啊，所以我更很信心咯。